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这个 Skin Club 的环节喽。那 Skin Club 呢是一个公平、公正而且公开的一个开箱网站，你可以在各大的 CS 赛场上找到他们的身影。那他也提供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储值的方式 ，PayPal 或是信用卡、银联卡，甚至加密货币等等的一大堆这个储值的方式。那你可以在储值的时候呢，输入我的代码。那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哦。那这个代码呢会放在这个下面的连结，那大家记得在储值的时候要记得输入我的代码，闲钱拿来小玩一下，当做一个乐趣，这样就可以了。 OK， 那我们就继续今天的开箱环节。每次开这个都要小小的想一下，因为它时常在更新箱子，一两天两三天没开就突然又有新箱子蹦出来了，想抽一个 Go。 左轮啊，是说最近很多观众都来跟我说他们在这里开到好物啊，感觉你们运气都不错，有两三个观众都来我实况说，哎，阿贤，我这 Skin Club 抽到什么什么什么，好爽！我只能说运气很好。剩下的烂东西，我先帮你们抽一抽，到时候你们抽的时候就一起棒。哎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保底都红红的，可是。抽不到我想要的红啊！喂 ，OK， 套牌。所以通常你开箱子，你可以先下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你 下面有没有你想要的，或是你可以接受的。例如像这个 Amber 就不错，动漫 Amber。说完，刚说完等于没抽中，没事。好多这个 A 不区哦，它有很多箱子啊，它有这个，你看这下面还有，但很多种选择，这个就是 Skin Club 的优势。抽一个，穿长刀。Oh no！ 再找一个价格适当一点的抽给大家看。冰与火 skin 我是不太懂啊，因为简直在没有在摸 skin。哎，过去一点。哎，过来一点。啊！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啊，这个箱子差一点呢，在隔壁耶。哎，没了。Do you love me？ 看来这箱子是不太爱我啊，难道玩那箱子太多选择了？呜！还有白爽了一场，为什么总是在隔壁呢？隔壁老王哎，过来点！哦，不错不错，就是哇，这个 Make Ten 这么贵哦，十美耶！好，抽一个，抽一个大的，抽一个大的，等下去battle环节，这是什么？小刀刀一大堆，好，抽一个，冲！哇、哦！啊，这红色，然后四块，哇哩嘞！哈！
OK OK OK， 背头一下，背头一下，背头一下。存在输，存在输，存在输，冲！哇，平手哎、欸！有啦、哦，靠我赢！叮，啊，靠我赢，靠我赢！经典最后一发绝杀，跟这个人 battle 啦！20块，你又不干了、啊？看这开始就好，这里可能要小快转一下，这会有点久哦。完了，这个很痛，这个很痛，这个很痛。这个可能会死在这一把枪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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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托，开箱之神，来个可以翻盘的吧？我可能死在那一把、欸，那把有点猛啊！啊、哦，打回来！紧张喽，老弟，嘿嘿，好紧张哦，看不到红色的，我要被对面绝杀了！啊！这个烙底，这个贴纸应该是无法挽回你了啦，没有那么贵的贴纸哦。BAM！ 有没有前面都，嘿，101哟，哇，20块101，其实 battle 有时候也是会赢钱的，蛮爽的。大家记得每次要来 battle 一下，升级环节，哎。升级环节也不错玩啊。嗯，原因什么？会赢哦！停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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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赢太多，他现在在回收我的枪枪，是不是？该赢了吧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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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 ，nice。像我们这次再过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把它甩掉了，因为已经卖超过我们大概全部刚原本加一加的价值。我是觉得如果价格有到，你就可以收手或卖掉都可以了。完了。完蛋啦 ！OK， 那今天的 Skin Club 就到这边啦。大家记得在你出资的时候呢，要输入我的链接的优惠码，我会放在这个资讯栏里面。那 Skin Club 呢，大家请不要上头，好玩就好。下次见，拜拜。